篮板球赖廷炎抓到之后直接甩给前场的曾祥军，头上跟进的 Chris Johnson。 我还开始在人员一堆，来自德州，所以待会赛后问一下 Singletary 是德州传奇吗？到底谁是德州传奇不重要了。 Chris 的观念是正确的，不过在进攻上面显得有点急躁。来了，Reverse dunk。 会不会赔上犯规？哎呦，不过同样的位置这回是更高大累了。嗯，我觉得 T 动词应该是有点累了，就要下去了。哇哦，这个球 Johnson 的转身就精彩了。陈佑伟 Johnson， 哎呦， T 动词推他有两大步。哇，带过来就出手，江森很有自信心啊。赛啊，其实他在肯塔基做了很多的准绝杀的一个行为，所以他是一个心脏很大的球员。没错，哇，往篮筐一甩，结果有活动篮板。再给志杰。地板球，哎，祥军捡起来之后，哎呀 ，Chris Johnson 在篮筐的另一边，哇，现在，天哪，对于富邦来说，先给 Johnson， 哦，太容易放起来了，真的，两个人都有非。Chris Johnson 切入禁区，两分拿到，守不住。对对对，对，好，所以被对方在篮下，这两分放进还要算呢。Chris Johnson。